没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但我觉得很荣幸，党有给我这样子的机会，可以服务回馈我的家乡，这些才是我关心的。而且我现在关心的一些妇幼政策啊、人口永续政策、环境政策等等的，其实都跟高雄市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。对，所以希望可以有这样子好的平台，可以服务我们高雄乡亲。